我是 Nicole， 我这一次呢要分享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内衣哦，不管你是小小的胸部呢，还是波涛汹涌，都有适合你专属的内衣哦，而且购买客制化内衣，通通享有一年的保固哦。就是在一年内的时间呢，想要做任何的修改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。我知道啊，有很多女性啊，因为胸型的困扰，还有胸部太大找不到适合自己理想中的内衣，还有啊，就是小小的胸部啊，也会想要有漂亮的事业线。那今天呢，就是来分享拯救各位的问题，不管呢是大胸还是小胸，都有专属属于自己的内衣哦。妮妮内衣呢，它有专属的客制化服务，而且价格非常的亲民，真的非常棒哦。而且还有专业的服务人员啊，教导你怎么样正确的穿内衣。你们知道吗？我走进你内衣的店家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吓了一大跳哎，因为整个满满等待出货，还有等到店里面取件的内衣，这个满满满的，真的是让我见识到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这么喜欢你内衣，而且这么多的铁粉。我先来说一下哈，我的胸型上围是比较丰满，但下围比较窄，所以呢，在市面上买内衣啊，都是公版的嘛。那对我来说啊，怎么穿啊，都非常的不合身。如果我选择刚刚好的罩杯，但是我下围就会变得非常的松，那这样包覆性就会非常的不平均啊。哦，这个问题真的困扰我非常久。在门市里面有很多款式的内衣，也针对不同的需求所设计各种的款式。所以呢，可以跟服务人员询问说你的需求是想要怎么样的内衣。那在试衣间呢试穿的时候呢，门市小姐也会非常仔细的介绍，也针对呢我的身形来做分析跟讲解哦。而我选择的是我很少见的，也真的很少这么亮眼的色系。刚好这一款呢，颜色也非常的疗愈，重点是它让肌肤非常的显白哦，真的好美哦！而且它可以单独购买，也可以搭配成套哦。我现在呢这一款内衣啊，算是果绿色，是很少看到这种青春少女果有活力的感觉。而且它是使用亲肤的蕾丝来做点缀，反而更有女人应该有的优雅还有内涵。在内衣的中间呢、啊，我刻意要求把事业线多露出来一点，所以呢把中间的蕾丝往下集中，所以呢，修改过的蕾丝你也不用担心说会被人家看出来哦，其实是基本上看不太出来的。另外啊，女生大多数啊，基本上都会有大小胸的问题，对不对？罩杯里面呢，它也可以能够加上内垫来修饰大小胸的问题。那内衣呢，总共有四排四扣，增加了稳定与包覆性，不会再因为你的大动作让内衣走位。还有呢，内衣的肩带呢是宽版的设计哦，所以它可以分担肩膀的压力。软钢圈设计，支撑性非常的好哦，穿了一整天也不会勒得整个下胸都红红的。我认真的要说，好的内衣穿起来就是真的不一样，针对自己的身形啊，所量身定制的包覆性呢更好，穿过一次真的就会爱上它了，真心，我真心的是说我的心得，会想要再买第二件或到第三件就轮流替换，他们的订单满满满，真的不是没有原因欸。如果你现在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内衣，还是呢产后妈咪呢需要集中啊脱高的内衣呢，在妮妮内衣可以满足所有女性内衣选择的需求哦，赶快到他们的脸书或 Google 搜寻妮妮内衣吧。